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好，我们干活吧，收拾这个。OK OK。我想要钓鱼，想了好几天了。真的？嗯，现在这个时候不晒。我们可以钓半个小时鱼，然后去看半个小时夕阳。郑哥，走了，钓鱼了，你们去吧。今天不淹，来不及了。明天呀、啊。好的，走，我们去钓鱼吧。走啦。走。呀。这，你看，一会儿翻过就是从这上面、那边特别好看，太美了。哇，这个云太美了，太漂亮了。站在属于我的角落。你会唱这首歌啊？我太喜欢唱了，好吧。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对。哎，我从来没钓过鱼，哎，我这是初级。不是这个鱼儿怎么弄呀？你看小明怎么弄的？你教我。杆儿呢？我看你怎么弄。就是像橡皮泥一样粘在鱼钩上就可以了。这么一小群，我是海边长大的，我小时候就是拿手线钓鱼。哇，我很喜欢钓鱼，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哇，现在可以钓鱼啊。我们先回去备餐，我们中午要做饭。我好羡慕钓鱼的呀，我好想去啊。肉末也做出来，老板老婆也多出来，走了，钓鱼了。哇，我们的西瓜到了。来，荡的时候就是一个直线就出来了。我是海边长大的，今天一定能钓上来。哎。哎呦！啊！一扔下去就有鱼啊！哇塞，它好快，其实放下去立马就来了。你真厉害！哎！哇！哎！哇！哇！哎呀，狗狗！又掉下去了！哎呀！啊！啊！哪儿去了？脱钩了。我的咬上来了，然后我一提它就。让它吃久一点，用饵在那个水面上直接引诱它。好。哎，有。它在吃水上漂的。可以拉了，可以拉。你耐心一点，吃。轻轻提。哎。稳住稳住稳住。哎，钓上来了，钓上来了。啊，太棒了。哎，等一下，我感觉怪怪的。你勾到我了。你勾到我了。哎，完了。没想到啊，小明，你钓鱼有套。哎。哦。我是海边长大的，我很喜欢钓鱼。没事，今天只钓大鱼，吓死他们，吓死他们。好的。好，走，停。哇！红色的。天哪，太酷了！哇，我钓好大！往后走！慢慢的！哇！往后走！小心！哇！拉！哎呦，杆断了！杆断了！一条红色的好大的鱼！
我是海边长大的，我小时候就是拿手现钓，我钓过很大的鱼，哪里也钓。掉下去了。笔下画不完的缘。咱俩钓吧，来吧。来，你先拉着别动哦，尽量减少震动，因为它会鱼饵会掉，直接抛出去就可以了。扔，可以吗？可以啊，马上坐享其成啊。哦。哇哇，太美了。太漂亮了。我在录这个节目叫中餐厅，它就是在一个山里头。你看这个是黑天鹅，他们是一家，烤放空了，开心死了。太漂亮了。你看我在钓鱼，看这儿山里头多好。哎，我那上钩了。我上钩了，我上钩了，看我那个。哎，可以拉了，姐，拉拉，姐，急啊啊啊！你看我在钓鱼，看我在钓鱼，看我在钓鱼。你那快点，你那个标，你快点，哥，那都吃完了。拉，对，拉拉起来。啊啊啊啊！好刺激啊！耶！嘿！哇，好多鱼！我看到了，你去吧。来，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哎，往里一点，往里一点，我够不到。往里一点。什么才叫往里？你人往里啊？啊，我人往里。或者举高一点。哎，好嘞。哦、来，我来。哇！太厉害了。我们俩这两条可以的。你这条太大了。你那条太大，哥们。你那条太大了。你那条太大，哥们。你那条太大了。哇哇，拿好拿好，来给你放到那个鱼网里。好。漂亮。哇，好棒。我要起飞了，起飞。哇哇，你那条很大。哇，真棒，大家都钓到了。太容易了，就上手了。多笨的人都能钓上来，多笨的人都能钓上来。没有啊，你看像我这么笨的人就还没钓上来。我感觉我是来喂鱼的，我是来帮你们喂大了，然后你们钓的。你是来辅助我们钓鱼的。你就是平时在这钓太多了。没钓过，娜姐，我头一天。我一条还没钓上来呢。你说你的饵会下去，我的饵就压根动一下就没有了，压根就没有下去那么一说。我好像知道原因了，你的饵好像太小了，比那个再大两倍。好，来，我们看看能不能钓上来。啊，有一条大的，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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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稳住，来了来了来了，
再咬了，拉。哎呦，好大！好了好了，哎，这条也不小，这条也不小。来了，啊，轻点拉。等一下，我拿抄网。先不要太大力的扯。等一下，等一下，来了。哇，这条很大。好大一条。我现在都吓坏了，你知道吗？现在吓到我，只要感觉上钩，我都害怕极大的。可以呀、啊，这只羊是今天可能是最大的一次。看来我前几条都是为了钓这条大鱼的。哇，你让你钓的多少？小明，小明钓了一条很大的。哇，怎么这么多？你真厉害！这是我第一次钓鱼，挺过瘾的，我真的挺过瘾的，烤放空啊，对，很治愈。小明，你在青岛有没有去海里去抓什么？有啊，我们有去海边捞海蛎子呀，或者干什么的都有。你们叫赶海是吗？对。我有一阵儿特别爱看那个赶海那些视频，你可以啥也不想，你专注，嗯，开心。哇哦，哇哦！从来没有觉得西瓜这么大压力过。我先把西瓜汁炸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等他们回来让娜姐操作。我有个建议，我建议明天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真农撞西瓜交给娜姐来做，我们全给你打下手。好。西瓜真好，刀一碰都裂。这西瓜有点东西啊。哦，平时买西瓜又买不到这么漂亮的，真的是见了你的鬼。这个西瓜50块钱便宜的。绝对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就很后悔，我把它卖出去那么便宜。哎，苦一了，来，我把这个墨子撇。苦一，我们一次做好准备。好的，他们肯定马上就要回来了。把剩下的工作做完，我们就可以早点休息了，好不好？好。哎呀，这西瓜味儿太清新了。哇，哎、你们都做好了，给说好给娜姐打下手吗？好，姐，咱俩开始。哎，你们都好好学着啊！哎，好嘞。哎呦，够冷！哎，要这么转，顺一个方向搅，搅到让它彻底傻。哦哦哦哦哦！当我有一天老了，当我老了，买两份吧。以后我的副业就是卖西瓜汁儿，壮奶。啊，太好玩了，我觉得简直了。哎呦，拿着这，这段掐吧，这边掐。别。对，就这样。嗯。娜姐，给我帮你。行，那正好20杯。真棒哎！现在你看，现在多棒啊！收工回家，走。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了，但是其实我们还剩下很多西瓜。那接下来的话，尽量不要做到亏损。娜姐，那明天这个就拜托您了。Yes, sir.好漂亮！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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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早安，嘿嘿，早。早。早。早啊，明哥。早。我的爱如潮水，潮水更流向你推。
娜姐来了。昨天的任务给我分的是，我跟尹正去把他的西瓜给他卖出去。我都已经算完了，西瓜50块钱一个，卖这么大一块，我们就卖5块钱。哦，还卖小块呢，也可以啊。我要切出，16块或者是20块。啊？你想想看，要卖一块，切十刀，切十刀就是5块钱一份。不是，切十刀是20块，切5刀，切5刀分成10份。行，尹正啊，我今天打算给你卖出去20个西瓜，绝对没问题。哎，娜姐，哎，那个真浓壮牛奶你要负责，我就卖出去。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会儿啊，我找一个大的那种桶，咱23杯估计就是12盒就够了。我给你先倒在一个壶里，好，给你搁冰箱里，到时候你就直接往里倒就行。往里头浇，对，往里浇。浇完就给放一个勺，这勺茶里，粗西瓜，好，欧了啊，欧了。这个我怕你要用。啊，好，谢谢。哇！好漂亮啊！叫中餐厅的夏天，一道景色。怎么做到黑色的？黑色是用那个竹炭粉，不是我们的竹炭牙膏里边也会有竹炭粉吗？哇，小杨厉害，真的是挺高级的。你这个这都能吃，米其林八星。对，把这个弄上去，就是我们在7星级酒店，最后上甜品。是的，对，也就是这样子水平。谢谢，有你们的认可，我就好开心了。我觉得，因为这里仰天湖的景色特别好，就有点像个作品吧，有感而发的感觉。这大天鹅是苏点，入口即化，里边有坚果。这是中式面点里边的明酥，放在油里炸，它会自动展开的。红色是红曲粉加蛋白霜，还有荷叶，荷叶是奶黄馅的，还有荷花。天鹅宝宝，捏一下压一下，这些都是糯米做的。这绿的是抹茶，无水是像果冻一样。行了，哇，你这个每一个做太费神了。啊，我想大吃一口。这个真的太美了。好漂亮，是不是啊？你要卖多少钱？48。你是不是有点？你没事，你没事吧？你没事吧？98。98。绝对可以。我也觉得得贵一点，太便宜了。对，你要拍照片，48太草率了。你人家一看这个照片，98根本买的这呀。98有点夸张，你说说，88。你们看，哇，这个，
48确实太便宜了。因为这个是你的工艺来的，它不完全说只看食材，对吧？可能食材并不是说做点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贵的东西，但这个好漂亮哦。这个不是原不原料的问题，它自己也是成本呐、啊。像一件 T 恤，它为什么卖2000块钱？那块布不值的，它卖的是品牌跟那个 idea。咱俩说了能算不？68绝对没问题。我改了啊。走个流程，你们作证啊。黄总，我们改价钱了，68。黄总，我们改价钱了，68。好了，走完了。说过了。熊孩子，开工。不得不选择看人的开始。OK， 6分水。可可，来哥，可以蒸了，谢谢。差不多客人要来了，姐，我给你一支笔，你给他揣口袋里，这样子可以划的时候随时可以划。好的，我要做菜了。一次找到半熟。改呢？好了，这样子就舒服了哈。来了，走吧，来到门口去迎接一下吧。欢迎光临总餐厅，欢迎光临。宝宝你好可爱，好帅呀！里面请，里面请。你好，这边请。看看你想坐哪个位置舒服。欢迎光临中餐厅。那你来看看菜单。好的，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是蒸浓妆西瓜，是那英老师做的。您要试试吗？好，那就用这个。这个鸡翅小朋友一定喜欢。可以，我必点。我们今天有特别厉害的一个甜品，中餐厅的夏天，很好吃，然后也很好看。可以，葱香芋丝，这个是微辣，小朋友可以吃。辣味牛杂有需要吗？是。好，那先这样子，有需要的话再叫我，谢谢。好，我们上菜了，中餐厅的夏天，芋丝还有牛杂。OK。牛杂。辣，哇，是轮子棒，给它蒸点色。小火炖一下就 OK 了。OK， 香味就出来了。
点缀一下，一道菜就出来了。查一下，葱香意式几碗？七个玉石，七个哦。这个豆腐浇上去，蒸它15分钟嘛。它随着温度加热，味道就会融进去。烫一下更香啊！中餐厅的夏天。谁呀？鸡翅。太棒了，这个。OK， 你好，这是您的鸡翅来了。哇，鸡翅！咱们的葱香玉丝很烫啊，这个盘子小心一点。好的。九号，我们是点了一个牛杂，对吗？对。来，帮你们上一下哈，小心哦。还可以啊，这个牛杂。问题还贵味道。啊，你好，你们的夏天来了，中餐厅夏天。好的，谢谢。请慢用。好厉害，好厉害，好漂亮！妈妈，你要不要吃？舍不得，舍不得吃，太漂亮了，刚好和这个我们养的湖非常应景。那边有个小池塘，就是有天鹅妈妈和天鹅宝宝。天鹅宝宝来的太帅了，还有丑小鸭。对，我就是看到这里的小鹅宝宝，谁做的小鹅宝宝？这个也太大了吧！陈，这是个直升飞机吧？你能逮到它，说你厉害。这里，这里，这里，漂亮！呀！哎呦我！这有啥害怕的？这个很恐怖。我来抓给陈立农。不要走。哎呀，有了，有了，有了。给我，给我。哎呀，太粗了！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太猛了吧！你太猛了，真的。你别！你别那么幼稚。我很怕，怎么就你大老爷们怕呀？人都是有弱点的，对吧？不慌，人很多，不要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行不行？站这边来就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了，好吗？你别过来，你好，郑哥。长得漂亮的人心地要善良，要表里如一。人都是有弱点的，对不对？啊，这么大一个师傅吗？你朋友们，你哎。走开！你不要找我！你连知了都敢吃，你怕蜻蜓干嘛？我知了跟这个能一样吗？他怎么了？他长得那么大，这么大的蜻蜓哎！没事啦，可爱的，你看看看。你养你随便，你不要真搞我。那你下去吧，那你下去吧。你们怕吗？蜻蜓是吃什么的？蜻蜓吃人呢。乱叫声，对，蜻蜓吃昆虫的，那我们把它放了，好不好？哦，飞喽！
姐，我们西瓜撞奶上菜了。西瓜，好的。我怎么觉得开始我啥都不会，我怎么那么紧张呢？不紧啊、哦，放松，放松。对，我给你拿西瓜出来不？拿一个。好，先来一个哈。那个，这个撞奶是当着他的面把奶倒进去还是？不，倒好给他上，倒好了就行。OK。这些够吗？再多一点点吧，看着好看。好，差不多了。西瓜撞奶我滑了。哟。好了。Give me five。西瓜撞奶。来了，来了啊！我接活了，来了。三号桌。三号桌是吧？三号桌是吧？对。来，西瓜撞奶。爸爸小朋友们，来自己搅一搅。这个是西瓜跟果冻，昨天晚上我把那西瓜给熬的，您做的是吧？对，谢谢，辛苦了，不谢。娜姐，帮我挂一下。好，我活来了啊！娜姐加油！对我加油，好刺激哦！哎，你发现了吗？我是一个干家务事的天才哈、啊哎，今天立马上手了。感觉特别利落，我感觉我特别对，是的，然后只要不出错就行，是的。六号，一号，来，一号，来，西瓜，哇，这牛奶撞西瓜，我们是用真浓牛奶和西瓜来做的甜品，您要四份哈，好的。三个撞奶，三个撞奶，四个，好，画四个，这样加就是四个的意思。哦、，sorry， 点一个就是一个他的名字，加只是加一个。OK， 四个。娜姐，可以拿走了，要吗？一个，那加一是两个哦，可以挂上去。好。五个。娜姐，九号桌四个西瓜撞奶，好嘞。二号四个，二号，你们要的是四个，对，来，谢谢。九号桌四个西瓜撞奶。我送错了，我是干家务事的天才哈，今天立马上手了，我感觉我特别对，只要不出错就行。你们点了吗？点的西瓜汁。这个你应该是送错了，是不是？我送错了。哎，我们点了几个？就一杯。啊？一杯，再来四杯。那就给你了吧，谢谢大哥。然后你帮我划一下，弟弟。哎，好嘞。果冻，我的果冻。是不是？给我一个那个评价，是不是好吃？太棒了，是吧？可以点赞了。来点赞。这撞奶怎么样？你们说？好吃，看，看这个，全吃完了，是真的好哈、啊。好，太香，可以，好喝吗？好喝，好喝，谢谢。你好，欢迎一家人来到中餐厅用餐。谢谢，我们期待了很久。一家人吃饭怎么能没有可口可乐呢？我请大家喝无糖可口可乐。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干个杯。好的，祝大家生活顺利，快快乐乐，可口可乐。好，干杯，干杯，干杯。咱们的萝卜是小朋友可以吃的不啦？对，你好。啊，你那个温州一家人，我特别喜欢看。是吗？真的。谢谢。那你看《人世间》了吗？
人世间我没看。人世间最流行的现在。他现在不看电视剧，他老在。对，我现在不在看。你马上回家就追的剧。补一下啊。人世间，嗯，最火的。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您是？这边这一桌。六号是吧？382。好了。好，谢谢。你好，你好，我们是10号桌，这个有一个8折优惠，太棒了，8折，我占个8折，好吃吗？这个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玩的，就是跟正规的餐厅比起来，哎呀，挺好的，挺好的，真的假的？您说的，心情都特别好啊，你们辛苦了，谢谢。姐，我们差不多就得要开始支个摊儿干西瓜了。好嘞，我把这端完。现在我目前还有70个，那我就卖西瓜去了。明天可以。我们就在那里卖。我们支个伞就在那卖西瓜。对呀。Hello。马不行，不能放这儿。小明哥，去哪儿啊？卖西瓜，在下面会妨碍马。那就把它放到上面，然后我们人在下面卖。对，去那儿吧。来，看来试一下。把它踹进去。好，村长翻牌子，行，放这儿。这一箱箱的装。可以买西瓜吗？可以。他们要买西瓜50块钱一个哈，买西瓜50块钱一个哈。要三个西瓜，那就是150。那待会儿西瓜怎么拿呀？就在这底下拿3个，这个门口。我直接拿吗？直接拿。有没有男士在？你可拿不动三个。你怎么拿呀？谁能帮你一下？我跟他们在。我们卖了3个西瓜。就你老婆买仨瓜。好的。半斤去称一下吧，不用称，就拿走了。对，你们买了吗？还没买。我跟你讲，这个瓜哈，牛子了，很好吃，这么大一个，非就是那个撞奶。你问他，我们那个瓜简直。撞奶瓜做的，就是这个，必须要用。太喜欢喝了，这个是太好吃了，我也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不是推销的，我知道。桃姐，她要买单。哦，来，这希望好关系。你们要吗？要两个瓜吗？要，那就100哈。哦、是买瓜吗？买瓜不是在外面买吗？在这儿买。你跟樱桃去说。好。给我垃圾。我来说吧。你给我。我不是。你给我，给我过。啊？是的吗？在我这里买，然后上外面去拿就好了。啊，好的，谢谢。老公们负责扛西瓜，姐姐们负责花钱。我要买一个。你要买一个是吧？一共几个？一个。然后您呢？一个，您呢？一个，3个哈，不了。好的，谢谢。好，谢谢。你也要买一个是不是？你要2个，好的。这个西瓜特别甜。你要几个？买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好的。你要买几个？再买一个，要选大的。好的，谢谢。你们能这么支持，我们好开心呢。谢谢。姐姐，我去卖瓜去了。好嘞，你去姐。我今天打算给你卖出去20个西瓜。我们这西瓜是卖的，
但是骑马呢不安全，你们可以等一会儿骑完马可以走过来，你可以尝一个，你要不要？你们一会儿那个骑完马回来买我们这瓜吧，这瓜特别甜。贵不贵呀？啊，不贵不贵，50。来买我们这瓜，特别好吃，特别甜。走不了，你先走了。你走，走吧。我得去搞西瓜去。那我还也要跟你。我渴死了，我渴死了。来吧。美女，帅哥，要不要买西瓜呀？我们那边有特别好吃的西瓜，你热不热？我给你扇一下。真的，我们那个西瓜免费试吃的，特别甜，啊，好不好？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这个西瓜？这个西瓜，你要不要看一下？下马，下马尝一尝，尝一尝。西瓜可甜了，大哥！来来来，先尝后买。热了吧？要不要买下西瓜？像草原广阔，50箱啊！我不想要那么多西瓜，好傲。没有人，我好尴尬。因为现在的客流量已经不如刚才了，我们投资报酬率有点低。啊，真的？哎，那我知道了。哦，在这。我的麦克风。嘿嘿。来，骑马的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之前先试吃，先试吃。Cool。免费试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又香又甜大西瓜。来，找张若楠买西瓜，免费试吃不要钱。来。买西瓜请下马，又甜又大的西瓜，买不买西瓜？我想买，我想买小明哥的西瓜。哈哈哈！好，谢谢。来下马，现在下马走过来，快点！马你停，把马停下来。来呀，来呀！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你这个下马一定要小心，扶着你。哇，扶着你。那只脚先出来，下马是个技术活。好好好，好。好喜欢。谢谢。快来，你快来。来，你尝尝这个瓜，拿一个，快尝尝。来。啊！要吃面了。这俩是一对吗？是是。拜拜。好，姐姐几岁？7岁半。7岁半了。她也是7岁。这个。那你这个小个儿精豆子，我比较瘦，就是长心眼了。这怎么买呀？一个50，半个25。半
来吧，半个，来半个，可以的哈。给你们切开。看了吧，对不对？是吧？来。谢谢。客气。扫码就行了，这里25。可以了。好的，拜拜。拜拜。了不得。起飞。龙龙 YYDS。这个西瓜特别甜，非常甜，您可以尝一下。哇，这个还是无籽的嘞，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快尝尝。甜吗？甜不甜？甜啊。嗯，好甜好甜。哎呀，使劲吃，都吃饱了。好爱吃啊。退休了，还想吃呢，再买一个啊，两个啊！谢谢支持，感谢感谢。好样的，这妈妈真好。啊，你好，我们50块钱一个西瓜，25块钱半个。你可以尝。好，您可以尝。买之前都先尝，不甜不要钱。先尝。西瓜甜还是浓浓甜？他问西瓜甜还是浓浓甜？浓浓是看着就甜，西瓜是吃到嘴里才甜。如果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看着浓浓，就甜蜜到心里了。谢谢谢谢。先放我看。浓浓很受欢迎的。小宝宝，请尝一口。来，来尝一下。一个是50，你买一半也行。这个你找给我看，这个你找给我看。你太善良了，他说他不贵。那个椰子，那个椰子20块钱。太好了，那我们卖你69吧。便宜1块钱。好，谢谢你哦。我买一个吧。好的，好的。买一个，买一个，买一个，好。西瓜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又香又甜大西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很甜很甜的，免费试吃，特别甜。买一个啊，买一个，我也买一个。好，买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好的，排队啊，排队啊。谢谢支持，我给你们切开两半。啊，这个西瓜真的太好了。妹妹，你来准备塑料袋。好的。好了。好了，您谢谢您的光临，谢谢。你买的是几个？啊，半个。我先记账。大哥，你长得好帅。哎，大哥，低调。大哥，人家买了多的吗？我不值那么多钱。我觉得你值。上面的西瓜肯定都会卖光的，我们俩抬一箱下来再。来，就当是练核心了。好。麻烦再给我运几个瓜过来好吗？我去搬。再拿了，够了。我再去抬两箱下来吧。我来抬。好强啊，现在很厉害。快卖光了吧，我们的西瓜。差不多了，辛苦了啊。还剩一个西瓜。来一个。50块钱，麻烦您扫个码。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您买我们的瓜。谢谢。西瓜就快卖光了呀。差不多了，可以了。可以收摊，把这拿回去，我们自个儿吃了。好，尹正，哎，今天我们大家帮你把这西瓜任务给完成了，太漂亮了。谢谢大家。什么感觉？我腰、腿，好，嗓子劈叉了，要晕倒了。我第一次上一综艺节目，除了卖西瓜。我啥都卖过，姐，在这节目里就是西瓜没卖过。挺好。我后悔了，我当初说我喜欢西瓜，我应该说我喜欢钻石，是不是他们就给我送一堆钻石过来？中餐厅这节目真的太好玩了。这贼好玩。嗯，其实感觉这就是生活哈。对啊。本来就这样。对啊。这个感觉挺好的。嗯。很好啊。好了，收摊吧。吃饭啦。吃饭吧，走吧。好，我们可以先公布业绩，然后里边煮一会儿。好了，今天你们一定是要猜一下的了。好的，好期待啊。个位数是3，3，十位数是1，1，13块钱。百位数是
313块钱。纤维素是，我接了6吧。6313。啊，娜姐一来我们就史上最高了。啊，谢谢，谢谢娜姐。好开心哦！哎呀呀，好吃啊！嗯，我们自己挣的钱吃火锅，嗯，格外的香。嗯，哇，我这个料爽到起飞，你要不要尝一下？好啊！我跟你说，我目前真的没吃到过谁调的火锅料比我烧好吃。那你让我尝一口。那我也要尝。你里边有香菜是吗？有。这肯定是最难吃，史上最难吃，史上最难吃。也不一定。我这才好吃呢，你跟重庆人拼这个。哦，对，重庆人厉害。我觉得这吃这方面我还挺有天赋的。你尝一下。不好吃不要钱哦。不好吃不要钱。哦，蛮香的。嗯，还不错，可以。我看你有怎么个厉害。嗯，天赋。嗯，耶，好吃吗？它跟你什么口绝对不一样。它是甜口是吗？有点像，有点四川的。我能尝尝你的料吗？我这很辣哦。我又不怕辣。好，你们两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料。我们可以微信。你就，但是你是我浓醉，偏甜口的，它是偏辣口的，酸辣，不一样的感觉。嗯。你觉得哪个味儿好？这个好还是这个？你觉得哪个好？今天有点偏酸，男孩子可能没有那么爱吃，但我爱吃醋。你觉得哪个好？哦，其实我觉得俩都挺好，都挺好吃。这要是我去点火锅，我会两样料一样放一个。哎呀，真是不愧是你的端水大师，成年人不做选择。这就是黄晓明，他永远不会说。端水大师，真的。来，娜姐。谢谢你过来，祝你带给了我们诸多的欢乐，祝你把这节目越做越好。我觉得这期肯定好。是吗？因为这期的元素特别多，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人都对，就是我们加起来的化学反应特别强。可是我们一点矛盾也没有，好看吗？一般那种节目不是都是要看你们在里面。那明天吵架好吧，我们演一下。我们都是相爱相杀好吗？你可拉倒吧，相爱相杀，你是被欺负的那个。宇宙最大的软柿子就在这儿，知道吧？你看他穿的那个色儿，他就是超级无敌软柿子。我已经感觉到节目组会把我做成一个柿子了，软柿子，知道吧？柿子哥哥，叫现在人齐嘛？我跟你说一个段子，就是我们两个拍戏的时候。场务跟灯光有些争执，他去劝架。哎呀，你们别吵了！哎呀，完了！哎，你们别吵！哎，怪我，都怪我姓黄。
这个是什么理由？这是我见过最扯的劝架，但问题是他还劝住了，他确实平息了那场争吵。他特别害怕争执，就是不希望大家不高兴，我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哎哎，怎么着姐？就觉得那个这一季你选的人都很好。嗯，对，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们。嗯，很好。而且新的小伙子小弟弟妹妹都很好，特别好。我说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我们开店一开始，嗯，就是你会发现洗碗的那俩池子那儿，永远他俩就站着。我看见了，然后就腰酸，然后你看他现在洗碗就是劈着叉洗，就这样。那不都给你学的？他是蹲马步，他扎马步。因为个也高嘛，这么挤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腰疼，脚后跟疼。其实我这两天都有看见，就是弟弟妹妹很懂事儿，农农很自觉，他说当我换上那身衣裳，我就是一个无情的洗碗机器，我是洗碗的机器人，我们俩都是。If you had three wishes, tell me what they'd be. A fancy car, a new guitar, or that my grows on trees. If I had three wishes, I'd tell you what they'd be.把我这几年的碗都洗了。他俩是这样的，洗碗冲在第一，然后每天早上给大家做早点冲第一。哦，就是大家都开始备菜忙活，就都恨不得喂你嘴里那种。哦，真好，懂事的孩子，有饭吃。你感觉在这待着真的很自然。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咱们演艺圈每一个艺人，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支棱起来，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真正的做自己，还是收敛一些。嗯，但在这儿好像很自然，挺好。我说老实话，就是之前参加真人秀，然后人家就有些人也会说，真人秀是真人与秀。我来这个节目，我是真的，我每天都在夸，我也喜欢。你像娜姐说的对，那我们该支棱支棱，我们被滴溜的时候就是被滴溜着，主动跟被动嘛。然后你得考虑这话我能不能说，没错没错，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干。很庆幸我们这回两位大厨五个合伙人都特别特别舒服，就很对付。就是你对节目组信任，然后你自己做真人就好了，秀交给他们。挺好。这节目真的是来对的就来对了，也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跟一个节目的那个缘分呐、啊，真是靠碰。未来的节目就是正向的还是多，就是传达三观要正，就是爱朋友、爱家庭、爱生活，你得有爱，爱健康跟爱就是通通的一个 peace and love， 就是这些东西全都在一起，对不对？你天天上班，然后你遇见那种奇奇怪怪的人，你奇奇怪怪的事儿。你得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你回家看一个中餐厅这种的，你治愈一下多好啊，真的，对不对？对，它就是会让人很温暖，很治愈。嗯，而且关键是你不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就有爱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哎，真的，其他的能演，就算我们是演员也演不了。嗯，都是自然流露的，所以我们之间有些时候就在这种完全不修边幅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个真的东西在里头，其实是很可贵的，大家都很珍惜。嗯，而且我们真的都是朋友，互相怼啊都是好玩调侃，必须直接说，怼怼更健康的感觉。嗯，我这么胆小的一个人，没来过真人秀吧？我从来没听说。处女秀在节里是吗？哦，从来没有过。我说老实话，娜姐还好，因为娜姐就客串了一天，回北京还能见。我是在想，你还有几天就结束？我们一周就结束了。我说真的，就是我拍戏有舍不得杀青过，嗯，我录节目我第一回就是
觉得舍不得了。对，很伤感的。那小明哥可以继续扛着，明年没有这个节目是这样的，铁打的店长，流水的合伙人嘛。哎，我也说这句话啊，真的不是，就是如果大家很想继续来的话，节目组肯定也是欢迎的和愿意的。对，那有些人是他自己就来不了，因为一下20天不是谁都能让得出来的，尤其像我们这种拍戏的人，请个假可难可难。哦，万一尹正，你说你跟他，你们一拍又拍很久。对啊，我们第一季的那些都来了好几次，包括林大厨都来了好几次。来，为了爱，准备够。为了爱，因为哎，我发现詹大厨长得就像个詹大厨，你不觉得吗？就是一个大厨的样子，火云邪神啊！真的，说的太对了。哇、火锅还是得吃辣锅底。我还是有点担心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餐后来一袋小蓝条，这是来自澳洲的专业益生菌品牌 Life Space， 每袋小蓝条都添加了320亿真活菌，高活菌率，好好呵护你的肠道，还可以直接撕开吃，你试试看。确实很好吃，简直吃货常备啊！我7点钟必须下山，9点钟的高铁。不舍得你，但是时间倒计时了。真的，妈爷子，时间太紧了。天哪！别走了，你别走，你我走。大厨打个电话啊，微信。姐，想你啊。嗯，想你想你。有不会的菜，我一定会跟你微信的。好。啊，好。走了。再见。嗯。再见再见再见。希望你们这两期圆满成功。那姐。要等。爱你爱你。爱你。还有。再见。爱你。对，我们尽快再见，好吧 ？OK。北京见啊，姐。北京见，我来搞。那行、啊，我要走了，弟弟，加油啊！哎，姐，你那个带上筷子吧，有个筷套。中餐厅。对，然后那个筷子上面雕的也是中餐厅，然后你干其他活的时候就不用用他们那个筷子，又环保，然后你没事想想我。哦，OK， 太有意义了。你是中餐厅的一份子，是的，一份子是吧？放心吧。我去拿包去，我陪你去拿啊。哎呀，我真的要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呢。对啊。那个，我用你们的可乐。你要喝可乐对不对？我怕我上车晕车，我得拿两个拿着可乐和水，拿个袋子给你装着。我怕我会吐，你要不要拿这个袋子装？好，好。哎呦，我一想想那个路，我就好害怕。是，它太弯了。从外头走吧。嗯。娜姐，哎，就这样。拼多多1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哇、哦，这个角度真的太美了。紫粉色，太美了。前两天走的那个朋友，你跟他也很熟吧？跟他说过跟你关系很好。对，我好难过。去创作一个属于你们自己 style 的 VCR 吧。导演是你们，编剧是你们，演员是你们，制片是你们，道具也是你们。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不会吧？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那我们这几天还要开餐厅吗？不用了是吗？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导演组和摄像都下岗？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1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指定座驾东风标致新408，新法式高品质大家轿，做更好的我们。中餐厅益生菌种草官 Life Space， 专业益生菌品牌，选 Life Space。哎呦，我一想想那个路，我就好害怕。是，它太弯了。
从外头走吧。嗯。娜姐，哎，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好嘞，好，好。哎，我害怕，我一会儿晕车。我告诉你怎么不晕车啊？就是，他那车不是急了拐弯的吗？啊，你往远了看，就是你知道这个车往哪儿走，他再转来转去，你就不会晕。晕车是因为你很被动，因为他一直在晃。OK， 听说是要就是看预判那个路的方向。对，是的。好的，就你的眼睛要比车跑得快。啊，你就哎，我怎么感觉你们像我的家人似的？啊，你就是人。中餐厅就是一家人。是。舍不得了，哦，我们走了，完犊子了，走了，太没有魅力了，一天就给我们全干了，全给你征服了啊，征服了，全被你征服，我走了，走，拜拜啦，拜拜阿姨，北京见啊，嗯，娜姐来了，娜姐，欢迎娜英姐，桃子，来了，太开心了，我是干啥的呀？等一下，让您上菜好吗？好，就告诉我就行了。大姐上来就干活了，来了我就直接投入角色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因为我来太火了，咱们这儿忙不开了，所以呢，给你们道个歉啊。八号是吧？撞奶，这是我做的，好喝吗？好喝，谢谢。嗯，姐。啊、大家配合越来越默契了，因为娜姐来了，我们有了魂儿。我是谁？我是被娜英挽袖子的人。谁不是？哇，好棒啊！太棒了！你又在忙忙碌碌了，娜姐。你是真会干活。是吗？是。娜姐一来，我们就史上最高了。谢谢娜姐，形象最高，最高，好开心呐、哦！不要了，刘布，就送到这儿。我特别不喜欢别人送我。好，对，好，刘布啊，好，好。我们其实也不喜欢送。拜拜，拜拜。你永远不懂我伤悲，想对你不懂夜的黑。拜拜，拜拜。都是离别，迎来送往。哎，你说这就是人的魅力，这魔力。娜姐才两天就把我们征服。对呀、啊，但是她留下了一个我们可以一直用的甜品，真能撞西瓜。她给我们留下了爱，传承给你了啊。不易。你们有没有人想去那个商场看一眼？那我陪你吧。什么？好漂亮的云啊！你看那。对，我就是觉得今天，你回头看，红色的。就快到了。快到了。我们今天就要站到最高峰。好的。站到最高顶，好不好？好。哇哦！好漂亮。太美了，是我最喜欢的紫粉色。把手机放下来，对，背对着。哇，这个角度真的太美了。啊，好舒服呀！花果摘挺好的，看着这个颜色一点在变哈。云海，而且你能看到那边应该是个，是不是就是郴州啊？郴州市，星星点点的那种，应该是。城市的小，微弱的灯光。当然是有手机。
相比起宇宙来说，我们真的太渺小了。我以前老是在想，我们是不是整个宇宙只是一个巨人的一个小火柴盒里的一个小火柴，微不足道，特别渺小。走到那个朋友，你跟他也很熟吧？我好难过。他入这行跟我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是不是？我知道听他说过跟你关系很好。对，我最早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他是一直想跟我拍戏，从第一部戏开始，从那部刘和平的那个，就刘烨演那个戏，对，他就想让我上，我当时恰好断了脚，上不了，上不了。是的，很多时候他就是跟你没有什么缘分。哎，结果没想到临他去之前都没合作成。特别的难过，唉，好脆弱呀。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night and day. Tell me how else will we ever get? 这辈子总是会错过很多，但是只要你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着，早晚还是会。肯定。就是，我就是要开心的，就是快乐最重要。我觉得这点特别对，所以就是要开心，开心无罪的。是啊。放假啦！今天我们得开最后一个葫芦。哦，对哈，还有个葫芦呢。嗯。你到底许了什么愿望？应该不会是太难的，我没许什么太难的愿望。这个好吓人。不着急，慢点走。走得像个小老太太。石板路弄得走了一点都不潇洒。哇哦，好漂亮！Morning. 我们今天要开一个葫芦哈，别忘了。你今天要开吗？要开啊。哦哦，葫芦。我们那个菜都凉了吧？对，那我们开餐吧。来吧，吃吧。希望。好的。走吧。这是给我的信。各位合伙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为中餐厅的辛苦付出。今天请大家品尝郴州最地道的美食，郴品、郴味、郴心、郴意，走遍五大洲，最美有郴州。请大家好好谢谢为我们提供这顿美食的营养合伙人郴农高钙牛奶哦。谢谢营养合伙人，来夸一夸我们的营养合伙人好不好？嗯，我先来啊。每包郴农高钙牛奶有375毫克的钙哦，富含维生素 D 哦。一天两包就能满足成人正常饮食之外一日钙的所需哦。是的，我们每天早起一杯，忙完再来一杯，让浓浓营养、浓浓美味守护我们的每一天，也把它浓浓的爱意传递到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家庭。来，浓浓营养，干杯！浓浓谢谢。好喝，好喝。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哇！这绝对是一只5年的公鸡。为什么它老吗？肉？对，你看它的肌肉，这大概有几斤？这只鸡肯定有7-8斤呢。我们那个时候抓的才不到3斤半。这种大公鸡的话，它其实它很瘦，阉公鸡它才回，知道吧？阉公鸡它才回。
回是什么意思啊？回，吃了一点回，就是干嘛？回，回啊，回棒。我去把最后一个葫芦拿过来。好。你到底许了什么愿了？应该不会是太难的，我没许什么太难的。这么大一口，好贵啊！啊？有点太大了，对啊，一颗糖上五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叔，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叫吧，刚刚哟，看来葫芦收了你。我先预言一下，它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开它。开葫芦，这么难吧？哎呦，我这么感觉惊心动魄的这玩意儿，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好长哇！感谢小明哥，感谢各位合伙人，感谢你们在不断挑战梦想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你们开了烧烤摊，烧烤美味的背后是热爱美食、不断突破的思考。很香，巨香。你们成功减重也是减负，一起减掉那些负能量吧。你们适应了不同的岗位，明白了彼此的难处。你们开动了脑瓜，创新了每一天的生活。哇，这个太漂亮了，好吃。感谢你们接受这些或许只是不经意的小小梦想，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真心真情。而最后这个大葫芦的梦想来自店长小明哥，其实这个梦想也属于中餐厅。让我们先来听听小明哥在采访时是怎么说的吧。那其实之前有很多地方挺可惜的，就是我们没有自己记录下一些美好，比如说当地的美好的风景啊，风土人情啊，有趣的人和事啊，还有我们自己人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是不是很OK？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教人跳舞。可以给我们一个机器，让我们自己去记录一下我们想要那种画面。你是想要自己当导演来拍吗？让我们导演组和摄像都下岗。啊，不敢不敢，怎么敢抢你们饭碗呢？跟你们学习，跟你们学习。很开心，也有些不舍得跟大家说，本季中餐厅的录制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哎呀，确实有点难过，有点难过。嗯，在即将告别的时间里，用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感受、你们的头脑风暴，去创作一个属于你们自己 style 的 VCR 吧。片名你们定，脚本你们写，并在离开这里之前完成这个片子的拍摄。导演是你们，编剧是你们，演员是你们，制片是你们，道具也是你们。用赚到的钱去拍一部让所有人都记住的《中餐厅》第六季短片，这是本季《中餐厅》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用影像的方式，把这一季《中餐厅》永远留在这里。无论你们剩下多少资金，这些资金都将是下一季中餐厅的启动资金。啊，下一季这么高吗？不会吧，我们要全部花完，我们要拍大片。那我们这几天还要开餐厅吗？不用了是吗？就拍电影了是吗？哇，就拍电影了。哇哦。拼多多1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来，大家先集思广益想一想，比如说大厨落魄了，大厨这气质不太像落魄，你给我演一个落魄。开始了，开始了，来。
哎，你这还是太霸道总裁了。落魄，落魄，落魄。打在心里啊，不可能。哎，好难哦，做爷爷。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那我们这几天还要开餐厅吗？不用了是吗？就拍电影了是吗？哇，就拍电影了。哇。哦、oh.。我们要出去采风，要这个那个的。对啊，海景没空搞吃的了。去海边啊，沙漠啊。我们需要直升机到海边看一下。对。我们还用做饭吗？海景。那我们不用开餐厅了，肯定游山玩水了。你们想的真好。来，大家先集思广益想一想。3分钟就可以哈，3分钟。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关于美食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和创意。我们中间可以有美食，但是不一定非得跟美食相关啊，就是可以出现美食。比如说大厨年轻的时候是他啊，他们俩可能比较像，很不羁的一个有为青年。然后长大了就是大厨。大厨落魄了，大厨这气质不太像落魄，你给我演一个落魄。开始了，开始了，来，马上就来。你这还是太霸道总裁了。落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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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破产了。打在心里啊，不可能。来，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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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状态。他这样，他这样脸很电影哎。完全对，完全对。哎，干嘛？你认真一点嘛！来，预备，一二三，走。你这样，开机了，开机了。来，干嘛？笑死了！好难哦，做爷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稍微打断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传递温暖和善良的这样一个短片。比如说大厨是一个性格特别暴躁的，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饭店，就叫中餐厅。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带着孩子吃不起，然后呢大厨当时隐瞒他，跟他说，哎，我们今天是免费的，送你吃的。传递爱那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想一点点让他更加的对细节上更好。对，就是我们刚才是一个大概，但是中间的人物性格呀细节呀我觉得是可以再细化，就每个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嗯，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可以，其他就是细修了。真的，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日出，日落，快雨时晴。在天空与天空之间，在与盛夏说再见之前，在天鹅一家子的陪伴中，我们的餐厅积攒下了好多些故事。我的玉米咋样了？马上好啊。好，来来，一起来跳一下，跳起来，我们今天太棒了，朋友们。就没那么顺风，西瓜卖光了呀。斗转星移，白驹过隙，合伙人们开启了最后一个
也是最大的一个梦想葫芦。这一次他们将自编自导自拍自演，起身走，艺术家的傻儿子，把自己创作的故事拍摄成作品，大幅的风范，亲情大戏即将开场。怎么哭了？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上伊利旗舰店，每周五真浓派礼。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中餐厅。拼多多1111年度大促，满300减50。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哇，哎呦，哇，小月，国庆哥，我天哪！哎，你说我们大张伟跟蔡老师来节目上大菜，对不对？大菜哦，大菜上大菜。一年有365个日出，辛苦了，哎，来各位打着点伞。我非常强烈推荐的，好，铁板红运，吃了哎，牛气冲天，牛气冲天，来三胎吧，吃了冲牛劲十足。小朋友可以吃这个特别可爱，这个是那英姐推荐的，你不喝还会伤心的。够了够了，可以，是这么着了啊，谢谢您了，来我去上菜单了。店长，咱加一个菜，叫吉庆有余，可以。哎呦，哎呦，哎呦喂，全出来了，你拿去。你也没腿，瞎蹦什么蹦？不，张国伟。哎呦，哎呦喂，够上了这个，哎呦。来了，这个鱼最关键的啊，就这个料。哇哦，焖一下，一会儿收个汁儿，味道沁足。好吃，鱼来喽！嗯，好吃。哇，你很喜欢吃这个鱼哎！带我们来吃吧。他吃把这，他把鱼吃成这样之后，开始吸管吸着鱼汤了。哎呀，他赢了，他赢了。你要这个卖给我们吧？我还好，老婆。卖个凳子，你再问老婆。老婆是老板是吧？哎，你这么。大哥，你那个钟卖给我们呗？那我就不知道啊，你问一下你老婆呗。这地板擦得太好了，这完全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用的那种地板。可以。其实我特别想把他们的这个春联给他们揭了的。来，一二三，开始演戏，正正整成大厨的样子。Cool。我这个呢，黄导，你看我的发型，大明星。这样可爱，这样可爱。剧组家的傻儿子，阿珍，想什么呢？是不是想我呢？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中餐厅，参与分享家常菜话题活动，有机会获得嘉宾翻牌。Thank you.